这几个问题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咱们现在要来讲的是一个基于物品的一个阶段过滤了。 现阶段的这个推荐系统啊，我们用的更多的还是基于物品的一个协同过滤。用这样一个过滤啊，咱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啊，就能解决一些上述的问题。比如说现在呢，我有三个用户啊，一个用户A，还有这样一个啊，有这样一个 ABC。 那对于啊我现在三个用户来说呀，对于这样三个用户，哎，我还是对三个物品进行打分了吧。只不过说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我计算的是什么的相似度？计算物品和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咱们之前不是 A 和 B 计算 ，A 和 C 计算吗？计算用户和用户之间相似度啊，现在我变了，我要算物品和物品之间了。比如说这个物品 A， 我先算它跟物品 B 的相似度，再算物品 A 跟物品 C 的一个相似度，找出来了，哎呀，物品 A 和物品 C 更相似，那是不是可以把物品 C 的推荐给用户 C 啊？就是这样一个计算方式，相当于啊，咱们相似度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了，整体的一个流程啊还是类似的。 那咱们这个基于物品的一个性能过滤啊，它肯定有一些优势吧？没优势，我们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事儿。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它的计算的性能是很高的吧？因为呢，通常情况下，咱们用户的数量是远大于物品的一个数量吧？对于一个淘宝来说，它这个用户数量或者说美团啊、大众点评啊一些什么一些其他产品，就是你物品数量虽然大，但是用户数量远远是大于物品数量的吧？这个是通常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咱们基于用户计算量比较大，基于物品来算就更简单一些吧。因为这个物品， 咱们可以对物品再打标签吧，咱们来想，就是说你用户啊，就是一个新用户来了，你想对一个用户打标签，不是那么容易吧？但是就是你想用户进来说注册一下，你喜欢什么东西，喜欢这个喜欢那个，让人打一些标签，那我觉得这个用户是根本都不愿意勒你，直接跳过就完事了。咱们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是登录最好你不让我注册啊，能让我试玩才行呢。咱们最好把这个注册环节都省略了。所以说你让用户啊，就是给你打这些标签，不太可能，只可能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让你自己去收集一下，哎呀，这个用户喜好什么，慢慢给他打标签。 但是啊，对于这个物品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商家想上架一个物品，他是不是说要把这个物品啊详细的打标签啊？这个比如说我看我桌上有啥，比如说这款鼠标吧，它是不是给这个商家得说这个东西属于电脑耗材的，添加一些搜索的关键词，然后再添加它的一些规格啊、型号啊、乱七八糟的一堆东西都写进来了。所以说你物品能利用的信息啊，要比人多得多吧。 那咱们在基于物品进行一个相似度计算的时候，咱们说人的时候，我是挨个计算。那物品，比如说我现在这款鼠标，是不是我找到鼠标那个圈子，计算它跟鼠标的，或者说跟计算跟电脑耗材其他相似度就可以了？光计算自己圈子的就可以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做这个基于物品的协同过滤的时候啊，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咱们这个计算性能啊是很高的，通常计算量要远小于基于用户的这样一个协同过滤啊。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然后呢，物品还有什么特点啊？物品不善变吧？一个物品来之后啊，就是说，今年我说这个鼠标它是一个电脑耗材，你再过个100年，这个东西它还是个电脑耗材吧，还不会变吧？但是跟人不一样，人可能喜好发生一变化，物品之间喜好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所以说，物品是并不善变的。咱们可以啊，就是基于物品先计算个相似度，然后把它维护成一个大表，给它保存起来吧，先离线去做这个东西，然后在线上我们再做推荐吧，先把东西计算好，然后再去做推荐，这个性能啊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咱们再用这个基于物品做协同过滤的时候啊，这个优势啊还是蛮大的。那举个例子吧，就是基于用基于咱们这个物品做协同过滤的时候，咱们是怎么去做的？比如说啊，现在咱们一个大表来了，就是有一些电影，现在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个电影，然后还有十二个用户，十二个用户啊，可能对六个电影当中的其中的某几个啊，都做了这样一个评分项。 比如说这个用户一评论了啊，给这个一号、三号还有六号电影分别打了一个分，然后这样三号 user 也分别打了一个分啊，四号、五号、六号都分别打了一堆分吧。打完了一堆分之后啊，我现在就可以计算这样一个东西，就是说。 打分完了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比如说呀，我现在对于第五号用户来说，对于我们这个第五号用户来说，我想知道他喜不喜欢这个第一类电影，我们看这有问号啊，就是说我想把问号的这样一个值给他计算出来，这个值，哎，他我想看，比如说这个值计算完了，我说他是大于3.5的，可能是喜欢。
我给他推荐一下，小于 3.5 的我说他可能不喜欢，我就不给他推荐了。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很简单啊，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一个策略来啊。第一步要干什么？第一步要计算一个相似度吧，选择一个可以计算的相似度的标准，比如说咱们就选那个皮尔森的相似度。这回咱们只要把这样一个大的矩阵，就是这样一个表拿出来之后，是不是所有的一个值你都拿出来了？有了所有的值拿出来之后，你想去计算任何相似度都可以计算出来的吧。比如说咱们选那个皮尔森相似度，不是取值范围从负一到正一区间上吧，正一是正相关，负一是负相关，算呗。首先一这个咱们基于物品呢，就是一和二，一和三，一和四，一和五，一和六，这样一个个去算啊。首先看一下后面就是计算结果啊。第一个结果 1.0 说是一和一，一和一自身呢肯定是一致的吧，所以说它的一个皮尔森呢它是等于这样一个 1.0 的。然后我跟二去算，跟三去算，跟四去算，我都可以去算吧。算完之后呢，我就都可以得到它的一个相似度的一个指标吧。这些呢就是我的一系列的相似度的结果。然后啊，咱们在这个拿数据之后啊，我可以先做一个处理，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这么做，咱们在做这件事之前啊，可以先把数据一个预处理，就是说我对于每一个，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电影，或者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咱们就按电影来说吧，对于一个电影来说，我可以求出来它的一个均值吧。那我们用每一个用户可以减掉这样的均值，是不是也可以的？或者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我也可以减掉一个人的均值吧。通常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卷均值，就是说消除啊一些，就是一些差异化吧，让它的一个结果是更趋近于一个，就是更客观一些吧。咱们进行这样一个卷均值，使得结果，然后呢计算它的一个相似度吧。现在相似度有的得一，有的得负的，负的可能相似度不太高吧，有的得正的，有的得负的，都是编列完一个一个去计算，相当于是计算一个 K 近邻。算完之后呢，我就找吧，谁跟它相似度最近啊，负的就不考虑了， pass 掉，这有 0.41， 这有 0.59， 谁最大呢？ 0.59 最大， 0.41 其次吧。那我们找出来了，现在有两个电影，3号电影和6号电影，哎，跟我比较类似。我们现在比如说取个阈值，我说拿两个，或者说取相似度是大于 0.4 的，或者是指定一些其他指标，这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指定。那我最终啊，不是想预测出来这个问号等于什么吗？那这个问号等于什么？ R51 就是第五个用户对第一个电影的一个预测的一个评分值，等于什么呢？我们可以啊，把这样一个 0.41 和 0.59 啊，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权重的一个参数。一个权重的参数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来看 0.41 这个相似度预测了2分， 0.59 的预测了3分。那因为这个 0.59 更相似，所以说我可以把 0.59 当成是我的一个，就是当成是我的一个权重值吧。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用 0.41 对应的位置乘2加上 0.59 乘上3，最后啊再除上这样一个它们的权值的和吧，因为这块乘上了一个权值嘛。那最终啊，我是不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等于 2.6 啊？那这个问号值等于多少呢？我们可以暂且把它认为啊是我们推荐出来了，它是约等于 2.6， 那 2.6 可能小于我之前的一个 3.5， 那就不做推荐了。这个呢就是啊我们基于一个值来进行一个预测，预测完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考虑，哎呀，到底是要不要推荐这样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基于物体的一个行动过滤啊，它是怎么去做到。然后啊，咱们现在讲完了行动过滤当中的两种方法，然后我们来讲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叫做一个用户的一个冷启动的一个问题。用户的一个冷启动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用户比较新，那怎么办呢？对于用户来说，我没拿到他的一些信息，哎呀，那我怎么推荐啊？无论是基于用户的还是基于物品的，哎，咱们有点都很重要这块。咱们在做这个基于物品的一个行动过滤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呢？咱们计算相似度的时候，我是说我这个物品 A 有一些属性，物品 C 有一些属性，然后拿属性之间计算相似度吗？是没有吧。咱们不是物品 A 有任何属性，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也行，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吧。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还是这样一个评分，这样一个指标吧。我们计算相似度啊，不是说计算物品 A 和物品 C 内部属性的相似度，还是看它跟用户之间联系的一个相似度吧。咱们相似度啊，就是永远都是这么算的，是跟物品内在属性是没关系的。咱们暂时都不去算物品内在属性，咱们只是啊把它和用户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呢，对于一个用户冷启动问题来说呀，无论是在基于用户的还是基于物体的来说啊，它都是存在的。所以说怎么办呢？冷启动用户比较新来的用户，新注册的，或者说新的一些东西来了，哎呀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做一些事啊，引导用户表达出一些属性数据平台去做分析，用户的注册属性，或者最简单的方式给他推荐排行榜单嘛，排行榜单第一位啊，卖什么东西，那可能就是大众心理嘛，大众心理给他推荐过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冷启动的问题。冷启动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哎呀蛮费劲的。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还是去推荐一个排行榜单，因为他自己去计算出来的这个属性来说啊太少了，可利用数据少，计算出来的东西不准，推荐不准啊，有可能这个用户比较烦你，他就可能不用你这个产品了。最好啊推荐排行榜单嘛，排行榜单就是来者不拒嘛，大众心理啊都可以去用的。物品的一个冷启动怎么办呢？对于用户冷启动，咱们对用户说了一些东西，那物品有时候也是新的呀，物品也是新的，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对物品有一些描述，我们可以对物品进行一个文本的分析，自然语言建模啊，主题模型啊，分析出来当前这个物体它可能属于哪个类别，属于什么东西的，打标签，推荐榜单，这些啊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策略。也就是说啊，当咱们一个冷启动问题来了，我们可以对这个冷启动问题也能产生一些相应措施嘛，最简单的推荐排行榜单不就可以了吗？我们来对比一下吧，就是说基于用户的和基于物品的一个协同过滤来说，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呢？首先基于用户的，基于用户的使用场合比较少吧，因为我们用户太多了。基于物品呢，应用场合大吧，因为咱们计算的并不是那么大。然后它的领域来说呀，基于用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要求啊它的一个时效性的一个时效性可能稍微高一些。然后呢这块啊就是我们可以说物品更丰富一些。在这里就是一会儿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关于时效性的一个问题。时效性啊就是说这个时效性当咱们基于用户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效性做的，就是因为用户来说是什么，物品它是死的吧，物品是不会变的，但是用户是可变的呀。对于一个可变的东西来说，我们可能更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个时效的东原理吧。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可能要追求一个时效性。基于用户的可能着重点是在于这个时效，因为咱们的一个基于用户的，它用户会变嘛，我们也可以在用户上做一个时效性。冷启动啊，刚给大家说过了啊，咱们基于用户的还有基于物品的都会有这样一个冷启动的一个问题。推荐的一个理由啊，推荐的一个理由我们也可以，这个到时候就自己去想吧。推荐理由其实也不需要解释推荐理由嘛，推荐就推荐了，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理由的，这个咱们先不去管这个东西。然后呢咱们来说一下，就是基于用户的和基于物品的都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啊。刚才基于用户的就是说我拖了一个东西有一个实时性吧，所以说基于用户的我们可以给它更广泛的做成这样一个实时的，比如说一些实时的新闻的推荐，实时的一些突发情况，可能来说啊你关注的都是一些当前的热点，关注一些实时的新闻，有了这样一个实时的新闻之后啊，然后你又看了一下，然后又想看一下其他跟这个实时类似的，那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实时的推荐啊？实时的推荐你用一个离线的一个表单，就是离线的一个计算好的东西就没办法去做了吧。所以说基于用户的推荐，我们通常跟它是把这样一个新闻还有突发情况是相挂钩在一起的，这个是我们基于用户的一个推荐。然后啊还有基于物品的一个推荐，基于物品的一个推荐就是说这个应用广了，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东西，图书啊，电子商务啊，电影啊，美团啊，大众点评啊，比如说现在这个点儿我又要去那个饿了吗，就是或者是咱们那个支付宝上去点外卖了。点外卖的时候啊，其实一般情况下我是不看推荐的，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东西啊，就是附近那些商家，然后打折的有很多啊，都是满25减24的，我这边好几个，然后昨天我看了几个都是满25减24的，他可能啊就是跟这个商家做一些活动嘛，那商家可能优先去推荐他吧，可能看我之前因为我订的一些外卖，可能看我订黄焖鸡米饭比较多，然后经常就我一上来就告诉我这个黄焖鸡米饭又满多少减多少了，老给我推荐这个东西。所以说基于
物品的推荐啊，它还是用的蛮广的，图书啊、电子商务啊、电影啊、美团啊、点评啊，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大部分都是跟这个物品推荐是相挂钩的。那么这个就是先给大家讲了，在推荐系统当中啊，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型，咱们有一个协同过滤这样算法。在协同过滤当中呢，有两种，一个是基于用户的，一个是基于物品的。咱们现在还没有讲就是怎么样去衡量一个模型好坏，之后啊，等咱们讲完那个英语域模型啊，咱们再来一起进行一个评估。